中国我所采取方。还乡，还乡，还乡，连绵不断的战火硝烟把我驱离在百里千里之外，像一片残叶被狂风裹卷，从洛阳到长安，从长安到益州郊外，携老卷游，走场野讨，好似鬼魂一般流落异乡，蓬门一山。忽一日听说官军收复了河北、河南，不就惊喜内蒙的得兵器教导，快快收拾家室，趁战时间隙，与人结伴返还。此时正值盛夏，雪势浩荡，西风尽吹，已与刮帆行船，还乡还乡，绕过战区向东南，借抽雪道避潼关。三千里路山河雪，也许一个月的光阴就能回返。但愿沿途能躲过多于流毛的流寇劫贼，否则鱼头不被温雨虚斗所难，祈求苍天保我一家平安回返。还乡还乡，所幸豆腐回到了家乡，黄狗在村口遥为相待，重整田亩，摘草犁园。然而千年后的中州大地，农地尽失，河流枯竭，天空已被雾霾覆盖，流离在外的豆腐的后裔们只能苦饮祖先的诗句，即从巴峡穿巫峡，便向襄阳，向洛阳。还乡，一程一阵空园。